手镜，伊的镜好啾啾，等人一百是搁买才会变大。伊也飞来飞去，做想来大，为一家伙大粒细粒干。大小只拢靠一头鼎，等恁大汉事业开始赚钱，也是开始飞，又搁一是伊阿囝，顶头起家辛苦打拼，好运歹运拢是命，用心计较认真请。情拢袂参像，这敢是天注定。用心计较，认真请，好歹拢是咱的囝。亲像五指枕头无边长，甲路同款行。爱恁是天注定。今天的师父啊，他有说一句话，他说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现在听起来想想的还很有道理呢。还有啦，他又说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其实哦，咱较早都捌听过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不过可能是咱家最近发生一挂代志，所以哦特别有感觉哦。妈妈，你拄则讲话是啥物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讲哦，恁两个爱好好做一个乖囡仔，做一个好人，后摆哦就会幸福快乐，知无？哦。同款的道理，爸爸这个破病哦，嘛不是无缘无故，这拢是有原因的啊。一世人，我是安怎的人，拢是我以前家己做起来，是毋是安尼？像你面遐的事实，我乃以前拢想袂清楚啊。人一定爱破病了，才会当去互拍死。我真正有影有够戆的啦。其实你即马知影嘛，袂算伤晚。只要你相信这个道理。咱就知影发生所有的代志，拢是有伊的原因的，就袂怨天怨地，做代志嘛较有一个方向啊。慧珍啊，啊恁上课敢有一寡资料通我看？有啊，你看，这是我做的笔记啦，啊，搁有这师傅写的书，啊，搁有啦，这是慈济月刊，你看。姻缘就是这么奇妙，想不到金龙因为这边破病，让伊的心念有真大的转变。伊嘛跟着阮的脚步去付出，不管是做环保，还是斗三工开车，金龙哦，又搁参像较早安尼同款积极。站回来啊！伊嘛无想要搁做错的食的，啊，不过一时哦，搁真歹转型。就伫个范江师兄的帮助下，先开一间茶米行做看卖。想讲哦，等生意若稳定啊，就甲食的收起来。谢谢以后，来，多谢。老板买单，100。老板
来啊，三嫂，傲家吧。不会。啊，好啊，洋葱面就好啦。好啦。金亮，我听阿母讲哦，讲你即摆干做环保呀？是啊，最近就较无闲，啊，我茶米店迄边吼，嘛要办读书会啦。哎，讲我经过你茶米店嘛，生意也毋是讲真好啊啦。你安尼敢袂卡咩啊？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小吃店才毋敢收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阁无想要做错的。 啥呀？你这么贤厝，敢有啥物素的料理通搞啊？做素的，吓啊！小吃也是简餐拢会当啦。我即马这时，你这礼拜卖醋都无啥人要吃啊，佮卖素的，你敢有人要吃啊？没啦，其实吼，做素的哦，买当做三杯啊，有迄姜啊，啊佮麻油佮芡落芳，素的小火锅嘛用的啦，迄卡马都佮牛奶哦，买当做汤底啊。 哈，你唔出口诶，人是咧问我这总部西，你讲你爱啰嗦。啊，你硬搬，讲硬袂出来啊，金龙啊，你若是真正的哦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啦。三嫂，多谢啦。是讲哦，安尼咱雄雄改变遐济哈。这一切哦，拢是伊念啦。阿布甲惠顺即摆毋是上培训课，迄天惠顺上课回来了哦，再规部书会有甲我讲。 我听得了哦，敢若去互镭敲着，才知影以前想过讲，拢伫迄浪费时间。是安怎讲哈？咱人的一切哦，拢是业力所做啦。着爱趁遐搁活的时阵，加做一寡善事，行善积福啦。若无等走的时阵，敢若也随心缀你走，安尼啦。我嘛安尼感觉呢，真济代志哦，若毋是业，根本就无法度解释啊。亲像恁三爷就好啊啦。 伊哦，即世人遮尔爱跋着，永远拢无法度欠着钱，一定是以前啊，有啥物亏欠的啦。恁一个遮，我拢无讲半句话，恁讲你也着开运拖我伊才来。嘿，这是毋是人讲的夫妻共业哈？啊，我叫你，就表示讲我有欠你啊，是讲嘛应该行到差不多啊。啊，毋过即马哦，讲遮嘛无路用啊啦。 我即马哦是上关心的是，要安怎改变我家己的心态啦。啊，我无想要安尼哦，逐工安尼怨天怨地啊啦。其实哦，来做主持真好呢，因为师傅教的哦，拢是一寡身体力行的道理啦。只要你去做哦，就会当体会啊，一步一步了解咱人真正的道理啦。啊，毋过我甲恁三爷做生理的时间遐尔长着，哪有时间头去啊？ 阮这礼拜哦，拄啊好要办一个活动啦，啊环保站那边哦，搁欠双子的人数，啊恁这么贤厝者，来拄啊好啦。好哦，咱嘛来去参加啦。我变甲会哦，恁肯定甲你去啦。我来做生理的。好生理。三爷，阿母嘛会去呢，阿母若看到你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恁逐工拢这么无闲着，休一天嘛拄好啦。好哦，来去啦。 我跟你讲哦，今日哦，金川甲秀宽拢会来哦。你呀，嗯，川啊甲秀宽拢会来啊，你真好啊。阿母来啊啦！阿母，林英姑娘，你来啊啦！真好，真好。川啊，秀宽啊，小等下就看恁的哦。阿母啊，叫我煮素食的，我功夫都顶袂出来啊。真正的功夫哦，就是不管怎样，拢是实在哦，拢会当做较做好食的啦。恁讲对无？对。 想要甲我结啊，你要早嘞啊你！三兄，我有甲遮个孙兄师姐讲哦，阮三兄是总铺师，足熬煮的啦，大家拢嘛足期待的。就是啊，你这位总铺师啊，是绝对无问题啊，我相信你啦。好啦好啦，来照顾啦，物件搬搬来，莫提上啊啦。大家先休困来食饭啊，师姐啊，休困食饭啊哦。对啊，师兄师姐休困哦。
你先吃啦，到落来，我来好小凉下。这菜看起来袂歹食。嗯，足香诶。生遐真正足厉害呢，中埔西就是中埔西啦。川啊，啊来这款所在，你敢袂当小忍一下啊？哈！川啊，师姐也走来跟我讲哦，人是好意，是关心你，因为伊知影哦，你前一阵啊住院住真久啊，惊讲迄食薰哦影响到你的健康，你唔通误解人啦，吼！我若无介意，安怎甲我管嘛？含是我什么人啊？是阿姑阿姨哦，讲到济，有够加薄的。川的啊，你哪安尼讲话啦？这是你家己的问题呢，唔免师姐讲啦。食薰本来对身体就无好啊，你应该吼赶紧把这薰哦戒掉才会用的。我即马是食薰家受伤啊啦，啊我食我会安尼敢袂用的？我大人大正啊咧，我无多控制我家己啊。还是讲遐师姐真奇怪啊咧，看来我食薰对我不满，直接甲我讲就好啊。何彩把阿母咧斗？嘿，你家己做唔对呢，讲话敢有需要安尼啊？你拢无想想看卖呢？你今仔日去的是啥物所在？佮偷偷食薰，你敢知你安尼做，拢无尊重大家，害我做歹势。歹势啊！安尼歹势，我也莫去就好啊。哎，川啊，莫安尼啦，咱也无歹意啊。这件代志哦，莫放伫心肝顶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，无代志啦啦，吼。我老母啊，讲个算我家婆啦。是我家己咧压价，对无？我愿意去遐是讲加减甲你斗相共啦。啊，迄个所在若真正规矩遮尔济，遮尔济面工，我哪着去？我莫去就好啊。啊，你是听无人话哦？你若是改阮哦，就袂有即种问题啊啦。我呾着需要为着别人去改变我家己啦。你啊哪？好啊好啊，你拢莫讲，这真正是好心去学雷金嘛。迄若是哦，去参加一个活动啊。啊，母啊，心情较哩歹，转来。安尼以后，恁大家都莫食饱受用，吼、哦。摆个家己的生理唔做，吼、哦，去参加迄个什么活动？无啦，陈三嘛，是安尼啦，这一切拢是误会啦。我不管什么误会、误会啦。啊，穿来去做了，转来哦，规巴肚火，搁阿无人家，安尼我就无介意。阿爸，你讲得真对。咱真正去遐做到流汗、风险、甲流汗啦，无采我今仔规工的时间拢全浪费掉去。我看时间要熬早咧啦，我爱好出单，啊加减靠一寡食宵夜的人家。阿爸母啊，我先来。川嘞，川嘞，哎，小川啊，好啦好啦，偷偷来啦，啊，今嘛要去做生理哦，你跟伊斗三工吼。阿爸母。那你我甲川妹先去做行李啊。好好，进去进去。南山唔知影是毋是会因为川阿这件代志，参我嘛反对再来。以后我会更加注意才会用的。啊，这瓜卤菜啊嘞！哦，谁来谁来哦，麻烦你。我先带几人啊。嗯。我吃啊。来，你也卤菜。谢谢。好佳哉，咱今仔有咧做生意，啊，无人客叫顿，咱今仔休困。啊，拄只人就偌济啊，啊若无做吼，我肯定减赚偌济。趁钱真重要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去做搁较有意义的代志，搁较重要啊。什么叫有意义的代志啊？
咱人甲家己顾好，即个上意义啊啦。你无感觉吼，咱今仔日生意特别好，都是因为咱今仔日有去做相亲的关系。我认为吼，咱有诚心去做好事，连菩萨哦，嘛来给咱保庇。无咱今仔日生意哪会遮好？我听你咧讲咧，咱生意好是我阿川西手艺好，甲做相亲有啥物关系啊？哪会无关系啊？我认为吼，咱今仔日去做遐个活动哦，做了规个人哦，就加较轻松，啊嘛加较欢喜。明天吼，咱搁做伙来去。你要去，你家己去。恁做了欢喜，做恁的欢喜，我做了做无欢喜的嘞。恁妈呢啦？你听我讲啦。莫搁甲我啰嗦啦，莫搁甲我啰啊啦。囝拢住海边啊啦，我不爱去啊。什么住海边啊？听无哟，听无拔草，住海边就管伤寡啦。伊家己代志管得好就好啊，管我遮来，还食饱咧折条的。啊！你真正是讲袂听呢，人迄师姐伊是好意呢，你哪会误解人的意思啊？我看哦，你根本就是食奖伤重啦，毋则会认为哦，迄好的认为是歹，歹的认为是好的啦。什么叫我食奖伤重啊？是啊，人迄师兄师姐哦，伊是好人呢，啊，师姐是咧做好代志呢，啊，你却认为人是歹人。那亲像你遐呀，敢若会晓招你饮酒、跋筊、食薰的朋友，明明就是歹朋友，你敢当作是宝？啊，你好歹袂晓分啊，啊，就是业相当哦，这样你进眉不五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进眉不五啦，就算讲伊那是好人啦，伊家己好人做好就好，莫来管我，莫甲我高高低安尼用的无？哦，你是安怎哈尼固执哈？我甲你讲哦，人迄种。老弟，生肖。老爹娘，听到无？咱要算账啦！南山啊，你爬起来啊！我昨暝哦，就听你又搁伫咧扫啊啦！我今日特别煮的哦，百合山药粥，嘿，当鸡扫，够细滚，润鱼啦！来来来，坐。趁小金食，我来递吼。哦。囡仔，哎，你今仔日怪怪哦，你是毋是要变啥物出头啊？食。哪有啊？我这拢是关心你呢。敢是？啊。我知影，你老实讲啊，你今仔日是毋是又搁要出去做志工？啊，无你是想去倒位去啊？这哦，拢是我应该做的代志啊，甲家庭哦，甲翁婿顾好，这是上根本的代志啊。我安尼做敢唔好啊？你最近是安怎啊？阿母若逐工安尼嘴笑目笑啊，而且讲话啊，甲过去嘛真无同的。这哦。拢是我去培训的时阵哦，师傅甲师姐教我的啦。安怎？啊，我这款的转变，你无介意哦？你哦，早就应该安尼啊。来啦，加食一罐卵，较有营养。小宽呐，阿母。你讲吼，川的为着迄间的代志，你无欢喜，敢会害你去阿爸嘛？阿爸敢有反对讲，叫你莫来参加活动啊？我本来嘛真烦恼啦，啊，我拄则讲我要出来做环保的时阵，好佳哉伊无讲啥。我是来做行政恁的啦，拢会当特别半时间来做环保，来亲像我啦，拢爱黄叶叶。我今仔日啦，然后都无简单，有一点仔时间呢，我一定爱吼把握机会啊，啊加减做一寡。小宽啊，你哦莫伤过着急啦。啊，你甲川啊做阿母遮侪年啊，敢讲你毋知伊的性地啊？阿母，啊我当然嘛知影啊，川的哦，伊若是无喜欢一项物件。伊就坚持伊的想法，啊嘛真固执啦，就好亲像迄石头共款啊，讲拢讲袂听。
既然你就知影伊安尼啊，你搁要甲伊硬拄硬啊？啊，不过我就感觉讲吼，我来遮做志工，啊，就做啊真欢喜嘛，真自在啊。啊，偏偏伊就做反对着，伊根本就是为着反对咧反对嘛。三兄的个性甲阿爸足像的，正经阿爸嘛足反对阿母来遮做志工。啊，不过伊即马看到阿母的改变，嘛袂遮尔啊反对啊。所以我想啊，三嫂，你嘛会当亲像阿母安尼啊。先调整家己，啊，才慢慢去影响三兄。我想，伊就袂安尼这样反对啊。对啦对啦，你哦，莫伤过着急，啊，个性哦，莫遐直，啊，若无哦，川阿姨会反感吗？唔通食紧弄破碗呢。好啦，阿母，我知影。秀宽啊，啊你是安怎吼？我来看你哦，为环保站出来以后，就敢那有心思啊。阿母，我实在做很神经了，伊两个翁仔某的，不管吼，伊是做啥物代志，拢会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，连做做者啊，翁仔某嘛甘心。奈亲像我甲川的，差人有够侪。哎，优良甲慧神哦。因为也是真难得啊，啊，不过你嘛免着急啊，你着爱慢慢啊用方法吼去影响川的，让伊慢慢啊接受啊。阿母，你讲的我拢知影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袂用慢慢啊来啊。川的迄只牛哦，牵到北京哦，还是有时作歹改变的啦。我应该哦，袂用受伊的影响，我会赶紧进度再去。秀宽啊，啊是要赶什么进度啦？有心才是重要，不是讲做侪就是好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啊会当做吼，我都会尽量做，才袂帮人伤侪啦。好，啊时间也无早，我好转来准备啊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我下班回来啊！你今仔日较早下班哦。是啊，啊公司又无啥物代志，我着准时下班啊啦。阿爸，哎，你要倒啊？啊，你阿母去做环保啊？啊，环保做煞，着直接去排单。我厝内无食的，我当要出去食饭的。哎，你食饱未？要跟我斗阵去食无？好啊，咱做伙来食。对啦，阿爸。我真好奇呢，啊！你即摆拢袂反对阿母做主席哦？有啊，你有发现无？哎，自从你阿母去做主席了啊，伊笑容加真侪，咱嘛变啊真快乐。安尼就好啦。阿母之前搁咧烦恼讲哦，因为三兄发生的代志，你敢袂反对伊去培训？啊，其实迄件代志啊，我也心内嘛真袂爽快。啊，不过即摆看到你阿母啊。做甲遮尼欢喜吼，搁再加上丽英哦，人嘛变甲真有光彩，啊，搁有经验，着搁再怨叹伊家己身躯的病痛。欸，你讲，啊，因安尼，我敢有啥物理由反对因去做？对啦，只要阿母哦，做咱欢喜快乐就好啊。阿爸，行，来吃饭。欸，建宏，你来哦。欸，阿公，五姐，啊，你要出去哦？我甲恁阿公哦，要出去吃饭啊。好佳哉，我赶到位啊！你唔免出去啊啦，我有早起来啦。哎呦，吃拄好，阿建宏，你并不先知哦。啊，你哪会知影今仔日厝内无食的？哎，啊，你今仔日要上班？我今仔休困啊。阿四姐讲吼，伊要甲阿妈去做环保，交代叫我讲会甲恁早起来啦。阿公，这我家己做的哦。你甲五姐食看卖，看下手艺够进步。安尼哦，好好哦，安尼哦，阿公好啊，来食看卖。是谁给你打一个分数啊？哎呦，这么吹草啊！哈哈哈！建宏啊，自从你对金良的身躯变了啊，哦，人家真有信心啊。我
听你四姐甲我讲啊，讲你即马做代志啊，真有责任感啊。哎、欸，你安尼哦，阿公看了真欢喜啊。啊，对啊，阿爸，建宏哦，我死啊，搞了真好呢。无啦，我阁做一下二个啦。好啊好啊，卖阁讲啊，紧食，阿无菜拢凉呀。好，好，好，阿爸，食，食看嘛。好食，功夫袂歹啊！哇，真正有进步呢，会用出师啊啦！多谢啦，多谢啦。笑、嗯。哦，好，来来来。啊，八十啦。好、哦、好。来，找你二十，多谢哈、哦，再过来啦。给你入。哎、欸，过年好啊不？哦，好好，随来随来。阿妈，建宏啊，你来啊！阿妈，我给你倒用啊。好。来，我去修菜。来来来，修修修修修修。哎，小薇。你食啥？我买两碗面，一盘卤菜。好，随来，好好。妈，两碗面，一盘卤菜。好好，阿伯，一盘卤菜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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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杨哦。阿弟切小菜。好，来，我切，我切，好。阿妈，阿奶无看到呗。知影人走去倒啊！我打电话给伊哦，嘛找无人，有影是真害啦。啊，伊常常安尼哦。不知影安怎讲伊啊啦。就来建宏啊，啊你转去店里斗三工啊，只阿妈家己一个人就会当啊啦，吼。阿妈，我今仔休困啊，趁拄好我转去厝看看阿公啊啦，今我有时间，我甲你斗用，你嘛较袂遐忝，吼。建宏啊，好佳哉！你今仔日来甲阿妈斗三工嘞，啊，若无哦，阿妈一定让人客等搁较久啦。啊，有个人客哦，一定无愿意等就走啊。这无啥啦，下咱甲阿妈斗三工，我嘛足欢喜个啊。啊，咱建宏哦，有影是家家大汉，家足捌代志个呢。对啦，建宏啊，啊，过几工阿妈迄厝侪有活动嘞，你敢会当来甲阿妈斗三工啊？阿妈，啊！你即马是要赌大杯赌袂成，还要赌我、哦？哪有啦？阿妈是想讲哦，啊，你盈盈出来做一下志工嘛，袂歹啊。我还少年，佮有做些代志爱做，哪有迄个美国时间去做志工啦？好啦好啦，阿妈无要勉强你啦，吼。喂，阿伯。哦，要食啥？来，你的卤菜。来，哎，好嘞，别动，免啦，你啉倒来一杯，喝不够开啦。一杯好啦，来，别，阿母甲慧神拢已经受惊啊，我一下赶紧缀着伊的脚步才会用的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。也无水啊，我灌一挂水哈。哦好。兰姐，来啦，我抱你吼，看一个好物件，你看。你有看这猪仔无？迄猪仔吼，即摆拢在共帮助啦。啊，不过因即摆欠钱啦，啊，你有想要管一下无？哈？我来，我来。嘿，因真正在做好事啊。
你有食薰无？你若是有食薰哦，你也该分，把迄钱吼摕来捐钱，安尼感觉安怎？加减嘛捐一点嘛啦。反正啊，因这拢做好事呢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人囡仔吃啊紧啊！哎呦，代志先离开啊！我过来看。哦好。丽娜，丽娜，丽娜，来。所以讲诶。陶莹莹。我跟你讲啦，管偌济吼，拢袂通紧啦。上重要是做好事的迄个心啦，知影无？啊那，无加减嘛管一寡咧啦。这我无钱啦。什么咧无钱？恁咧牙包拄则哦，减切一半，啊酒哦减啉一寡，啊薰哦嘛减食一包，安尼是毋是都有啊？哎，头家娘，我真趣味咧，恁家己咧卖牙包，啊佫叫我切较少的，你讲你是对毋对？当然嘛是对的，我哦拢是为着恁好呢。恁哦真正爱改掉这个歹习惯啦，啊毋知对身体好，啊佫会当做好事啊。管迄三十五十对恁来讲，就敢若银角仔尔，啊，不过对迄需要帮助的人哦，这算是救命钱呢，恁讲对无？安那？哎呀，对啦，啊，这酒罐啊，千万都唔通乱弹呢，举手之劳做环保救地球。哎，我想要收着吼，我有工要啦，你快先来等下哦。哎，朋友，我钱放这啊，进来啊。哎，我哪会走啊？做因做好事呢，搁不知要珍惜，实在有够可惜。啊啦啦啦啦！啊，人囡仔一物件无吃完就先走啊！你是搁敢来啰嗦声呀啦？我哪有啦？是伊常常讲伊有代志要先走的啊。上好是安尼，我咧讲，我菜人的物件真正是。哎，人囝，来吃面啦！哎。来，坐啦。林刚，啊，林刚，头家你真啰嗦哎。真的哦。哎。阿华，啊，这几工拢有看你哈。啦，啊，最近咧无闲啦。哦。我要一碗炒面啊，啊，搁切一块鸭肉，啊，搁一包卤菜。好啦，我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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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稍等一下。来，你财神放去啊。来。阿华，啊，我顶摆个你讲个迄关键个代志，你考虑到安怎哈？这，阿传世啊，啊，我之前哦就甲你讲过啊，我无兴趣啦。这是好事呢。拄只讲要切迄牙吧，迄会当达两个月安尼。而且我甲你讲啦，啊你年纪嘛袂少啊，莫参像有诶人哦，迄拢毋知影要珍惜家己诶身体啦。迄病医哦，拢出出入入几落届，阁毋知要改呢。你即摆讲煞袂啊？拄一句话无，你啥物意思啊你啊？我是咧报伊做好事呢，啥物有诶无？我现在想着我阁有代志啊，啊你赶快食啦吼。哎呀好，阿华。啊，秀官啊，是我拜托一个啦，莫管咧母啊啦，你管咧母咧哦，规人去拢免来啊啦。我安尼做拢是为着因好呢，因阁会当替咱社会做一点仔好事，我安尼做敢唔对啊？应该感谢我才对啊。你即摆是阿他妈苦苦你哦啦！你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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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伊，莫摆搭，我做好啦。你莫安尼啦，川啊，秀官啊，哎呦，啊我拄啊收到，想讲过来甲恁斗三工。结果恁两个，安尼是伫咧做啥物啦？阿母啊，阮是咧做粗的呢，啊，人家咧食物件啦，要切一份鸭肉，小可阿公，讲切一半咧好无啦？佫讲咧高高低，讲咧捐钱呢，阿母啊，今换做是你啦，你外口食物件，别人咧甲你念，你敢挡会牢？我也毋是讲叫人莫食咱的物件，我只是希望讲哦，迄肉食较少咧啊，啊，把迄钱哦俭起来，
啊去做好事啊，我安尼做敢唔对啊？有听无？看你新妇偌欠卡啦，啊无你生理莫做啦，看几个话要好讲啥？你讲话遐尔大声哦，人家叫你赶我走啦。啊你啊好啊啦，恁两个哦，一人减讲一句啦。报道鱼缸的饲料了的时阵，我嘛无咧甲你冤。对啦，你讲话拢对啦哈。秀宽啊，阿母毋是甲你讲过，叫你着爱调整你家己，个性莫遐尔啊直，遐尔啊急。咱讲话哦，你直气着爱好啊，啊，咱着爱互捐钱的人去欢喜心，心甘情愿要做善事，安尼哦，咱好意才袂变歹意。阿母毋是甲你讲过，吃紧的弄破碗，啊，你若拢无听就去啊，哈。阿母啊，啊，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，啊，认为对的代志哦，我着赶紧去做啊。你个性真歹改啦，阿母是烦恼哦，恁两个搁安尼冤下去哦，参翁仔某感情就拍歹去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尽量啦。阿哥，请我同意哦。哦，好啦，阿姐啦，来哈。好啦好啦，有生理来啊，去斗三工吼，无代志。桑妮娜上无回来，啊！你哪会这么早就起床啊？哪有法加睏一寡？啊，睏饱就起床啊。医生有讲呢，啊，虽然你即摆看起来是好好啊，啊，不过嘛是爱加休睏，爱注意哦。你放心啦，我知影。啊，即摆做茶米，不比咱较早做面的时阵遐尼无闲，遐尼忝。啊，常常两三工才一个人客，讲真实的，袂惯势。哪会啊？我感觉今麦安尼较好呢，安尼就加足侪时间会当好我休困。做伙食一挂啦。好啊。唉，咱遮侪小单要哪钱啊？今麦哦，做茶米嘛无赚着啥物钱，遮个钱是要安怎来食好？这你免烦恼啦，啊！你即马只全心全意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安尼就会用你啊。最近吼，咱店里的生意阁袂歹，厝里的经济我来看就好啊，哈。惠生，多谢你，辛苦。袂啦，袂辛苦啦。啊，看到你即马的身体愈来愈健康，咱一家伙啊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快乐做伙。安尼就是上大的幸福啊！是啦，大概是怎样？家己患病的时阵，感觉足茫然，嘛足惊吓的。啊，不过颠倒嘛是因为安尼哦，好的脚步会当停落来，反省过去，嘛因为安尼哦，互我加足侪时间，甲咱的囡仔相处。真正敢若知影，无闲趁钱。最后，把身体拍歹去，才知影拢是一场空。所以讲啊，啥物拢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哎，惠生，这我来搬就好啊，你去开门啦。无要紧啊，啊车这么坐，搁这么重，我给你倒搬啊。免啦，这是我物件无算啥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倒搬。好啦，多谢啦。金苗，我走。三嫂。三嫂。恁两个感情这么好哦，搁会做伙搬物件哦？无啦，啊两个人做伙搬较紧啦。恁两个做共心的呢。那亲像我甲你三样啦，啊，逐工安尼弯来弯去，我做欣赏恁的呢。三嫂，你也较有耐心啊。当初你决心要甲三兄做伙的时阵，嘛是开足侪气力，才让亲家答应的啊。即马这吼是恁的功课啦。煞煞去啦，
我甲恁三兄吼，这世人是小欠债，这世人再还袂煞。好啦，我甲恁讲啦，我先回去啊，无恁三兄后代过来细细念啊。听较慢嘞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总裁哦，伊拢在做好代志啊。哇，恁娘安尼戆戆啊！啊，你有想讲要替阮管这个钱无？是阵阮心烧还是咧发烧？这管钱哦，会当替阮管这个钱。啊，你有想讲要替阮管这个钱？大概应该啊。我来甲伊讲哦，我身体不爽快，一定叫我等下厝休困。哎呦，你人家也蛮用的啊，三十五十拢好啦。无钱啊！你做好事呢，你会当甲帮助我。我是骨干的路线。真正要，真正要呐。哎呀，那安尼啦，关键真正做这样。我来再听看嘛。可能是叫人做好事，叫人关心。无你再小可来注意一下，要哪样？真久无看嘞，是啊，最近好无？就袂歹啊。啊，咱都要互捐钱的人去欢喜心，心甘情愿要做善事，安尼哦，咱好意才袂变歹意。啊，我唔是甲你讲过，食紧会弄破我。阿吼，来遮坐啦。来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啊，你今日要食啥？啊，无食炒面啊，啊，搁一块鸭。老蔡好无？好啦，老蔡啦，对对，老蔡。啊，材料面紧的啦哈。阿虎啊，哦，我好甲讲哦，你这两年哦，活了真有风呢。你看，迄人哦，佫生得真好相，看起来哦，就是真有福的人哦。啊，是讲哦，啊，你既然就这样了有福，有想讲要让家己佫较有福无？啊，我这个人哦，都加较热心嘛，加较加薄啦。想讲哦，你有好康的代志哦，都要报予人知啦。啊，而且这个好康的代志，对你好，对别人嘛好呢。是啥物好康的啊？哪会这尔好啊？当然嘛是好，我报你官职哦，会当替家己种好田啦。啊，而且哦，你唔通帮助别人，啊，家己嘛会得着好。这是毋是真好康的代志啊？传说啊，讲实在的啦。你甲我讲迄个团体哦，我一点仔拢无了解啦，啊嘛唔知影哦，伊是是真正有咧帮助人啦。哇，无需要进啥物福啦。不过哦，我看你遮尔啊投入吼，你家己嘛爱较注意，啊无到时阵去人骗哦，更唔知影啦。哎，你讲这啥物话哈？我张小宽是啥物人啊？谁敢甲我骗啦？啊你若是无了解哦，我会当讲互你了解啦。啊你若是唔知影，莫安尼乌白人讲啦，讲啥物人骗人。啊，歹势啦！我看我是去别间食好啊。啊，要去就去啦，上稀罕啦！外管哦，拄拄煞搁讲遐有诶无诶。张秀宽啊，你拄好就好，你甲差不多了哦。你是要搞人客拢黑甲臭去啦？你还一个月一个月，你搁啥物来接车啦？啊，你遐大声要创啥啦？明明就是人唔对。啥唔对啊？哈！好啦好啦，莫冤家啦。有啥物话好好讲，火气莫遮尔大。啊，火气嘛，你若拄好，你就甲你三叔小姑讲一下啦。伊才袂输到去，无啥牵伊共款嘞。我这人客有行到唔敢来。你若过少，我真爱硬讲，我气笑袂来。好啦好啦，三兄，我会好好甲三叔讲啦。无啥物好讲的啦，我也无做唔对代志啊，明明都是人唔对，我唔才这想。阿母，啊，我有照你的方式去做啊，是啊，那遐个人去哦，毋但毋接受，搁怀疑我，讲吼咱是咧骗人钱啊。互我搁较生气的是，川咧毋但无替我讲话，伊搁怪我呢，害我气甲几巴吐血。秀宽啊，假使做一件代志哦，若做到后家己真无欢喜，逐天拢伫咧生气，安尼不如莫做。阿母。你嘛认为我做唔对哦？一件好诶代志哦，假使你若做甲家己哦，啊，甲身边诶人哦，拢真无欢喜，你想安尼敢对？
啊，不管哦，别人是无理还是自己，咱拢爱欢喜去接受。不是讲哦，连到去跟人结恶缘。啊，我看恁两阿母安尼感情愈来愈歹，啊，产生你嘛受到影响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毋是失去你本来要做这件代志的本意，你讲对无？阿母，我嘛未无希望讲是安尼啊。我拢认为讲，我拢想为别人好，啊，不过这结果拢毋是我所想的安尼。我嘛希望讲会当亲像金龙伊两个翁仔某共款，啊，不过我甲川仔的个性像也毋像像啊，我嘛无法度啊。相公无法度啊？你无法度改变川仔哦，你着改变你家己啊。参像阿母的个性哦，较早嘛甲你共款啦。啊，唔该哦，常常甲你阿爸安尼搭来搭去，唔呐，啥拢无占到便宜，颠倒甲家庭的气氛哦，母甲真歹。后来阿母哦，就慢慢仔改变我家己，唔才有法度甲恁阿爸行到今日。啊，我去自学了哦，我着学佫较济啊。你若是会当哦，好好啊去了解师父的法，啊，伫咧生活中哦，好好去学习。阿母相信哦，你一定还是会当改变真济。我以前哦做法伤过分啊啦，我即马哦会甲你还佮有家庭来头先啊，袂亲像以前安尼啊啦。是的，我想看一下。好，饮酒莫散影，春风无。